大家好，我是雪芳，我是慧妍。今天我们要煮的是素汉堡。首先，我们先弄面包，需要的材料有水、黄糖、牛油、盐、高筋面粉、蛋清、酵母、豆浆。把豆浆放入煮锅，水、牛油、糖。酵母，盖上锅盖，5分钟，37度，速度1。放入高筋面粉，盐，盖上锅盖，揉面3分钟。面团搓圆整形，盖上湿布，静待30分钟。涂上蛋清或蛋黄，撒上芝麻粒，在预热的烤箱180度烘烤20分钟。轻松做出 burger 面包。